大家听过人脸识别，我们这里有鱼脸识别，我们通过雷达和双目扫测系统能够告诉你鱼的体长、体重，还有每条鱼的一个独特的面部特征。通过全近组扫描，然后我们从好多的储备的种类里边，然后选出来它的抗病力强的，然后生长比较快的，然后体色体型比较好的，有这样优势基因的鱼，然后我们选出来，这样就可以实现了一个精准的选鱼。